大家早安，今天星期二早上的8:50，那我今天是10个小时的班，就是9点到晚上7点半。我还蛮喜欢上10个小时的班，因为就觉得还 OK， 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因为现在还没到可以打卡的时间，我就要在 break room 这边先吃点早餐。那你们看到我今天头上戴这个 headband， 因为一直长期用这个 mask， 我的耳朵后面啊其实还蛮酸痛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又有戴护目镜嘛，那护目镜的那个勾勾又会勾在耳朵这边就很痛，所以我同事呢就给了我这个 headband， 他在 Amazon 上面买的，我觉得还蛮可爱的这个样式，然后很舒服很软，然后有弹性，然后这有两个纽扣，所以我就把这个mask 把它扣在这个纽扣后面 ，Yeah， 然后这边也有，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好，那我的很可爱的耳环是 Endoge 的，耶、yeah ！自从买了 Endoge 的耳环项链之后呢，别家的我就再也看不上了 ，Sorry。好，然后晚一点就跟你们分享一下今天的医学单字咯，我们晚点聊。那我现在来就是 lunch break， 然后赶快跟你们讲一下几个医学单字好了。如果你在 chart 上面看到WBAT， 我把字幕放在这 ，WBAT， 它是缩写，那它全文呢其实代表 weight bearing as tolerated。这个 WBAT 在骨科还蛮常见的，因为骨科的病人像如果他是脚开刀的话，有些是不能负重的、有些是可以负重的。那 WBAT 呢表示假设说这个病人右脚开刀，右脚踝 ankle 开刀好了，那如果他是可以负重的话，医生就会在记录上面写 WBAT， 就表示病人可以放他自己的一点重量在脚踝那边。那如果你看到的是 NWB， 就是 non weight bearing， 就是不能负重，所以他没有，他完全就是不能放任何，就是他的那一只开刀的那一只脚是不可以放在地上的。你可能还会看到另外一个叫做 AAT， 那 AAT 也是缩写，那它是代表的是Activity as tolerated， 表示就是这个病人就是可以做任何的活动，他不用什么 bed rest 或是什么一定要床头抬高多少角度啊什么的，他就是只要他没有什么头晕啊，开完刀之后麻醉恢复的状况都 OK 的话，那他就可以 activity as tolerated， 他可以做任何活动。再来是你看就是记录或者是你看 N class 的考题。你可能会看到他会写 AO times 3， 那个 times 它不是一个 x， 它是乘以3。那 AO 乘以3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有点像是我们临床上在评估病人的认知功能，它有一点点像是在神经学 neuro 我们测 GCS， 什么 E4 V5 M6。有点类似那个东西。那 AO times 3， AO 这个非常非常的常见，那 times 3乘以3，那个3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病人他对时间是知道的，就他知道日期，他知道星期几，他知道月份年份。然后第二个呢是他知道地点，就是 place。 然后第三个呢是他知道人，就是他知道他自己是谁，然后他知道他的老婆是谁，他谁陪他来，家属是谁，然后他都念得出名字。AO times 3就表示这个病人是认知功能是正常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人家写什么 AO times 2的话，假设说有人跟你交班，然后这是一个新病人，你完全不知道这个病人的状况，然后交班的人跟你说 AO times 2， 那你就要问说是哪两个，就表示他有刚刚讲的那三个其中一个他是 confused。 A 是代表 alert， 就是他是很有警觉心的。那 O 是 oriented， AO alert oriented times 3 or 2 or 1。
好，那我先赶快吃我的中饭。Hello， 大家，我回到家了，然后刚换完衣服，yeah， 很居家吧。然后赶快给你们讲一下今天的医学单字。第一个呢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叫做 rheumatoid arthritis。Rheumatoid arthritis， so 关节炎嘛，就是 arthritis。可是就是要念快一点，不要念太慢。然后念快一点就是 arthritis， 那念慢一点就会变得很奇怪，叫做 arthritis， 就是 arthritis， 然后 th arthritis 啊，类风湿性就叫做 rheumatoid。啊，第二个呢，腋下的抽脂，那腋下。口语化就是 armpit， 然后医学用字的话就是 axillary liposuction。 liposuction 就是抽脂，大家都不陌生，那医学的腋下就是 axillary， 那口语的话就是 armpit。 第三个呢缩写叫做 CABG， 如果你们对心外很了解的话应该对这个不陌生啊， CABG。 但是临床上我们没有人在讲这个病人CABG 有开过刀，不是 CABG， 我们叫做 cabbage， 就是蔬菜的那个 cabbage， 是一样的发音。我在念之前我还特别问了一下我同事，说确定是跟那个 cabbage 一样的发音吗？然后他说对，所以我就再三确认是一样的发音 cabbage。 然后 CABG 是缩写，全文呢叫做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CABG，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CABG。 第四个你会看到人家可能医生的那个 note 会写 ACDF，那 ACDF 呢在神经科很常看到，它只是缩写啦，然后讲的话就是 ACDF， 就是直接这样念出来。 A 代表的是 anterior， 就是前侧，C 呢是 cervical， 前侧颈椎的。 D 呢叫做 discectomy， 椎间盘切除，然后 and fusion 融合术，所以就是 ACDF。第五个，今天的最后一个 IUD， 就是子宫内避孕器。IU 就是子宫内 intrauterine， 那 D 呢？它是 device。IU 跟 D 之间其实还有一个英文单字叫做避孕药，然后避孕药的英文呢叫做 contraceptive， 避孕药啊。IUD 它就是 intrauterine contraceptive device，D 就是 device。然后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那我先去吃饭，我们明天聊，晚安。现在在中午休息时间，然后我的午餐呢正在微波加热中。还跟你们聊的呢是一个用词，叫做侵入性治疗，或是什么侵入性手术。那个侵入性呢叫做 invasive， 那侵入性治疗就是 invasive treatment， 然后侵入性手术 invasive surgery。或者是 invasive procedure， invasive 就是侵入性， invasive 侵入性的。 Hello， 我下班了，那现在呢来跟你们讲一下有两个很常见的一个小小的治疗方法。第一个呢叫做 cardioversion， 然后念快一点，因为是一个字而已， cardioversion。 Z
这个治疗方法呢，很常用在是病人有 AFib。那 AFib 这是一个缩讲，全文呢是 atrial fibrillation， atrial fibrillation， atrial fibrillation， 中文就是心房颤动。一开始一定会先用药物治疗嘛，那如果药物治疗啊一直都没有改善这个 AFib 状况，然后病人的症状一直有增加，就是症状越来越严重啊，然后可能呼吸又越来越喘，医生呢就可能会考虑用 cardioversion 来做个治疗。 cardioversion 呢他们怎么做呢，就是把病人镇静之后，就是会给一些 Versed Propofol，给完之后呢病人就睡着了，那他们就是电病人，通常就电一下心脏就会恢复到正常 sinus rhythm。 如果电一次还不够还是继续 AFib 的话，他们就会再电第二次。那这个时候病人出来的时候他们都会交班电了几次，然后现在的心率是怎么样，那在 PACU 就会做一个 EKG。那 cardioversion 这整个手术整个程序这样子做下来啊，大概十分钟就完了。对，所以通常这类型的病人都是 outpatient， 就是门诊病人，当天就可以回家的。另外一个呢是 ablation， cardiac ablation， 那口语化我们就直接讲 ablation。 那 ablation 呢就是在治疗心律不整，那因为心律不整有很多种类嘛，除了 AFib 之外其他的种类都可以用ablation 来治疗，它当然也是要看你是不是适合这个方法啦。就是会医生在做这个方法之前，当然也是会先药物治疗，然后会评估你适不适合做这个治疗，因为每个程序、每个治疗方法都会有风险。什么样的人可以做 ablation 呢？第一个是你有 atrial flutter， 就是心房的颤动 atrial flutter，再来呢是 SVT 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 SVT， 这些呢都可以来做ablation， 就是其中的一个治疗方法。那 ablation 他们怎么做呢？通常啊就是会从病人的熟悉的静脉进去，进到心脏之后找到了一个，就是因为他病人会心律不整，就是他的心脏多了一些传导的，因为我们正常传导不是 SN node AV node 然后纤维嘛，但是除了这些 node 之外呢，他就多了一些传导电信的东西还有部位，所以要看你是哪个传导部位多了嘛，所以他就那个导管呢就会进去找到那个部位之后呢，他就会把多余的电路呢把它烧，用那个导管把它烧掉，电烧，所以叫做 ablation 烧灼术。刚刚讲的是 cardioversion。 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先跟你们聊到这咯，希望你们有一点收获。好，那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